这个做的就比较烂。以前的大同电锅多厉害、啊，就十一人份呢、欸。哇，这电锅，因为这个就是我讲那个锅子吗？四千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就是很重很重的锅子，你自己拿。富含生煎锅，哇！就是这个，这是石头做的吗？它的特色就是超级坚硬，它比它是什么像是钻石的镀膜，然后买一个锅子你可以用一辈子。对啊，然后你怎么样摔它、磕它，不粘锅，然后又可以耐锅啊。啊，这个特色是不粘锅，然后但是它又耐刮。法国制造，那个超烂好不好？超烂，也是用起来都超烂，那用久了都快解体了。